最近每天刷新闻的时候呢，心情总是会变得沉重，因为会被一些年轻人过劳死、猝死这样的新闻震撼到。看着本该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，我不由得想起我刚刚自由职业者的那段时间里的状态。以前看这种新闻的时候，我总觉得离自己很远，但现在发现，其实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，心里难免会咯噔一下。尤其是去年刚刚步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阶段的时候，就成天会哈气连天，精神涣散，有的时候注意力也难以集中，感觉自己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没有睡醒的状态。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有同感，就我们明明是正值壮年，但是总会感觉身体被掏空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，就想跟大家聊一聊，我试了很多种方法，终于找到了四个是比较有效的，能够让我的生活重回正轨，摆脱那种一直很累的感觉。虽然这四个方法听起来像老生常谈，很简单，但相信我，做到它们并没有那么容易。第一点，做好时间规划。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给自己上一个发条，是为了规划好时间之后，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和休息。你要知道，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忙到不能早睡，而是很多碎片时间都通过指尖流进了手机屏幕里。为此呢，我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准备两个本子，一个呢就是我日常的行程安排的手账本，还有一个就是用来详细的记录我这一天要干什么事情。我特意选择不用手机 APP 或者便签功能来记事儿呢，就是因为一拿起来手机很容易就开小差，有些内容你一旦点了第一下，就会不自觉地往下一直刷刷刷，这点真的就是在攻击我们人性的弱点，所以我干脆就都落在笔头上，更加一目了然，而且完成每件事画勾的时候，成就感也是更加显著。做第二改变呢，就是我每天会给自己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放空，试着完全脱离琐碎的现实生活，给自己的大脑放半个小时的假。你可以选择冥想啊，听音乐、看书，或者干脆就愣神儿，总之就是让你的大脑去神游半个小时。为了留出那个放空时间呢，我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给自己的每一件事情都规定一个 deadline， 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只做这一件事情，不管你是做饭、吃饭、看书、工作，甚至撸猫，都必须在这个时间框框内完成，这样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以及做事的专注力。第二点，睡个好觉。啊，睡眠有多重要呢？咱们在这儿就无需赘述了。但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本该很好入眠的年纪，却经常尿急、尿频、尿不尽，就经常会发生入睡困难或者彻夜失眠的情况。为了一夜好眠，我也做了四点小努力。第一个就是要早点睡觉。其实呢，很难会改变自己这个早睡这件事情，不如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推，就是强迫自己早起，因为人一天每天耗电量呢是一定的，如果你起得早呢，那自然你就会困得早，就会不自觉的早睡了。我们早睡的目的呢，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保证一个不少于6个小时的睡眠时长，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这6个小时都是有效的深度睡眠，所以我们应该做到保六争八。第二小点呢，就是睡前别刷手机。又是一个做不到的点，我们大脑对这个白天工作晚上睡觉是有一个习惯的认知，如果我们睡觉前看手机呢，那个屏幕会太亮了，会让我们大脑误以为还没有到晚上，它可能就会莫名的兴奋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。而且再说点更实在的，你睡前刷手机，你能保证自己就看10分钟就睡吗？你很可能就一个不留神1个小时就没了。不要带着手机上床，我们可以选择听听音乐啊，看看书啊，这样稍微酝酿一下睡意就可以睡个好觉了。第三小点呢，就是睡前别喝咖啡。
这点不得不说，虽然我本人天赋异禀，几点喝咖啡我都睡得着，但是睡觉前喝咖啡呢，不光是这个咖啡因的作祟，还有一点就是咖啡的这个利尿功能真的是比白开水强太多倍了。如果你睡觉前不想被一次一次的若有若无的尿意打断你的睡意的话，咱睡前那杯咖啡还是免了吧。第三点，保持锻炼。这都2021年了，不会还有人以为这个撸个铁、锻个炼、跑个步就会消耗你的元神、精气神，所以不敢动吧？其实我们人体呢，它就是很像一个那种自发电的永动机。我们吃东西获得的能量，睡觉获得的能量，它都需要被我们这个运动消耗出去，这样才能够保证一个收支平衡，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加有序的运转下去。这样呢，就会越动越有活力。至于该做什么运动呢，你可以选择广撒网的模式，就是都试一试，然后选择你感兴趣的坚持下去。至于如何坚持运动呢，那我之前有专门分享过一期，欢迎你去那期里面寻找答案。第四点就是吃好喝饱，受益终身。关于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的优点呢，我也不赘述了，因为大家都懂，但是每个人对于这个健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选择一个让你自己觉得舒服、不难坚持的，这么一直保持下去，我们不仅可以获得一个更健康的身体，没准还会意外收获一个更好的身材呢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小事情做起，每周少点一次外卖，从自己做便当开始。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，欢迎你回顾一下我的频道，相信会给你很多的吃饭灵感。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喝水。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不敢多喝水，应该跟我以前是犯的同一个误区，就我们会认为喝很多水会让我们水肿，但其实正相反，就因为我们喝水少，身体才会触发一个保护机制，就开始拼命的去锁水，导致我们水肿。在我们喝够每天大概成年人需要1升到2升的水量，我们身体的代谢都会相应的加快，在我们的身体代谢都是畅通的情况下，就完全不用担心水肿的问题了。我呢，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喜欢的杯子，然后你可以无时无刻都要记得把这个杯子填满，看它里面装上水就直接干掉一杯，然后再把它装满，这样手边有水就不用担心自己忘记喝水了。今天分享这四个大点的建议呢，是我一直在努力去做到并坚持的，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到啊，因为偶尔还是会熬夜。希望这些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，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生活上的习惯，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一键三难并不难一键三连这不是这句，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但我们改变却是可以从一朝一夕做起的。那希望今天分享这四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呢，能够帮你摆脱这个如影随形的疲劳感。我们每天改变一点点，希望到年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改变了一点点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